十万，所以我们也要发展。学士学位，有359位同学获得硕士学位，
还有五位同学获得博士学位。那现在在场的是我们经济系青班毕业生同学，在哪里？还有我们经济系华班的毕业生同学，在哪里？恭喜你们！各位同学能够顺利的从顶尖的清华大学毕业，我相信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定是非常优秀。拥有优秀的聪明才智之外，如果能够再加上下面两个重要条件，我相信你们即将开展的人生新阶段一定会非常的光明璀璨。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我想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再多多强调，大家都一定会认同。而规律运动正是锻炼健康身体的重要基础。我也注意到有不少的同学已经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那期许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都能够借着持之以恒的规律运动来锻炼健康的身体。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心灵的健康。拥有健康的心灵，你在未来碰到任何的挫折或失败的时候，就能够把它转化成后续能够帮助你继续成长的养分。我相信凭借着越挫越勇的健康心灵，各位同学在未来可能达到的成就一定会超乎你所能想象的。就像德国总理梅克尔女士一样，梅克尔女士她出生在柏林围墙还没有倒塌时候的东德，可是她不会因为她出生在东德就画地自限不敢做梦。因为梅克尔女士勇敢做梦不怕挫折，所以她不只是在后来能够亲眼目睹柏林围墙的倒塌，而且经过她的努力呢，成为东西德合并之后统一德国的一个第一位的女性总理。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不怕挫折勇敢做梦这样子的健康心灵是多么的重要。而正如同我们需要规律的运动来锻炼健康的身体一样，我们要拥有健康的心灵也是需要有规律的习惯来加以锻炼。那可以锻炼健康心灵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像阅读类似心灵鸡汤这一系列的书籍，或者是你们在 TED 演讲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发人深省的生命故事。当然你们跟父母谈谈心，跟师长聊聊天，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生活分享，也都是可以锻炼心灵的很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期许同学能够养成规律锻炼的好习惯。各位毕业生同学，再次恭喜你们学有所成，期许你们能够养成规律锻炼的好习惯来增进你们的身体与心灵的健康。这样再加上你们已经拥有的聪明才智，我相信在未来你不只能够成就自我，还可以造福他人，让我们的地球村因为有你的参与而更加美好。谢谢大家，更祝福大家。谢谢院长，院长请合作，请获奖同学到后台准备。毕业生代表致辞，接下来欢迎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感言。让我们欢迎经济系青班彭静元同学。大四彭建，难得今天大家齐聚一堂，我们先来自拍一张。时光匆匆，仿佛才刚结束新生训练，却又是一个别离的六月。
此时此刻，大草坪上的小朋友们依然精力充沛。此时此刻，小吃部依旧人声鼎沸。昨日在图书馆挑灯夜战的身影还历历在目，转眼却已经穿上了学士服。看看左右，当年陌生的脸孔是否已成为了朋友？蓦然回首，才发现回忆已悄悄涌上心头。回想当年的小大一，昂首阔步的踏入清华园，结果才发现学校大到台积馆在哪里我都看不见。发现不再有人催促着你去上课，发现有好多好多的社团和活动，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不知不觉，我们与渐渐熟识的他和他，在炎热的暑假一起为高中生举办营队。不知不觉，我们与慢慢热络的他和他一起在图书馆相约见个面。不知不觉，来到这一天，我们并邻而坐，互道一句珍重再见。回想过去在清华学习的点点，刚开始踌躇满志，跟旁边的哥们说好要一起拿卷，过了几个月才发现自己的统计学只会列出样本空间。发现微积分开始出现危机，各经修完了还不会 Lagrange。教授说总经要考 ISLM， 我打开 ILMS 才发现期末考是昨天。熬夜 meeting 赶作业，爆肝跑资料做简报，只为了下周的 presentation。天零零啊地零零，分组就像是在比运气。有些组员雷你千遍都不厌倦，甚至在报告前一天还跟你说：“我、哦、没关系啊，你明天就上台随便练练。”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贡献？时间久了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分组作业，就跟发大财一样，永远都只能挂在嘴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百年以来，每个清华莘莘学子面对挑战，无不全力以赴。那些年，我们在成功湖边游走，倒数三二一，一起跳下湖底。那些年令人热血沸腾的梅竹赛，承载了多少选手们的勇气与毅力？那些年吵着要不要并校的学生大会，最后校长还是在地上捡到了同意。过去种种都已经回不去，各位毕业生们，今天之后请继续保持当年那一股脑的冲劲，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旅程，相信各位已在清华做足了准备。也许感到挫折或怀疑，但请不要忘记当年那个顽固不服输的自己。最后，别忘了感谢身旁遇到的所有贵人们。谢谢教授，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指引我们方向前进。谢谢同学，在每一个期中、期末考和我一起互相砥砺。谢谢爸妈，虽然常常不回家，却还是拯救我度过每一个吃土的月底。谢谢自己，在每一个要努力的关卡树叶匪懈，而这些经验都将在接下来的路上持续的被淬炼。当年我们一起相约坐在清华看星星，今天起换我们准备大放光明。离开前别忘了在校门口再回头看看这四年来的荒唐岁月，骄傲的告诉大家，我来自清华大学，无论是风暴还是海啸，接下来都将由我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经济奇迹。首先颁发的是科管院杰出校友奖，为表扬本院校友之杰出成就与贡献，以激励后进，特别设置科管院杰出校友奖。本年度获奖的校友为经济系胡世杰校友。世杰校友1988年毕业于清大经济系，是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校友奖助学金发起人之一，经济系系友会第一任会长。据20年的金融业经验，曾服务于国泰金控、中华开发工业企业、天下杂志等知名企业，现任香港思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台北市政府顾问。请胡世杰校友上台授奖，恭请钟院长为我们颁奖。
谢谢校友夫人，请回座。谢谢院长，谢谢校友夫人，请回座。请同学们上台为我们致辞。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可能是民国76年参加民族赛国辩的时候。没有想到时间过得非常快。我接到学校的老师通知，我说要来今天来领这个优秀校友杰出奖。我第一个感觉是说，你确定这不是一个诈骗电话吗？当然，我想学校既然觉得我可以领这个奖，我只能解释这是一个先进者的优势，因为我的学号是720444啊。但是经济系所有的同学进来的第一年是民国73年，我是经济系的第一个转系生。那我们在经济系的第一课，我们就很快就说到我们要在一定的限制之下去追求最大的效率。我将跟各位学弟学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限制改变啊！我在要去从清华的理工学院转到经济系的时候，当时的规定是说，你必须这个微积分必须80分以上，然后什么叫80分以上？我心里想，妈的，我如果微积分有80分，我还要转系吗？那么当然第一年申请就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然就没有通过。那我就去我做了一件胆子比较大的事情，我就去找教务长说，不行，我要转系。那我原来的系的主导师也很，也就是说你要转，那你清华就是这样，那你愿意去转你就转啊。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没转成啊，那你明年你还要念5年。我就跟他说，老师，我转到经济系去我还是一样是5年，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没有差。那我就去拜托当时的经济系的老师说，这样吧，既然规定是这个微积分要80分，那这个已经是个历史发生的事情，我不可能去改变它。那是不是可以在转系的规则里面，我们多定一条，不管前面你要80分、90分，多定一条获经系务会议通过者。那后来老师也就非常这个同意我把这个系的转系规则改变。那第二年呢，我这个夙夜匪懈的念书啊，这个想把成绩念好一点，怕系务会议不过。但后来的老师说，其实呢，经济系很放松，如果你愿意转，我们基本上都收。但是我还是非常努力的，所以我记得我转在要我努力的那个学期里面，我的每次要这个会计系小考的前一天，我大概都做到凌晨4点钟，把所有会计系的媒体每一个小考做过，所以我那学期成绩非常好。后来上学期通过完，大概我可以转，以后下学期就不用念了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社会你们觉得在一定的效用之下，要追求自己的效用之大，但是它有一个 constraint， 想办法把 constraint 做的放大，去挑战那个规则，不必一定要跟着那个规则走，我们不一定做得出来。各位将来面临社会，一定会发现我们跟国际比起来，台湾的薪资比较低。但是也不要忘记，台湾的薪资也有高的。今天我们把金控的高阶经理人的薪水翻出来，最高的已经有超过1亿的，平均大概在3000万左右。我的同届的同学玉山银行的黄南洲，他的薪水也在这么高。因此，台湾并不是没有高薪的机会，问题在于大家有没有国际移动能力。也就是说，你的工作能力放在世界的标准上，你能不能够？除了台湾以外找到你可以贡献的地方。这个国际移动能力当然跟各位的学历有关，大家已经有很好的学历，可是如果你有可以在世界各地去冒险的精神，即使你是开一个台湾的小吃店，你也可以在纽约、在伦敦、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做好。因此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挑战，这个心情远比学历还重要。所以请大家放宽自己，生命的视野做得更大。我今天不想讲道德，但是各位将来在事情上一定会有很多跟人家做商业谈判的各种机会。我想提醒大家，
所有的谈判与合作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不论你的策略多好，如果你的道德跟别人不在一个基础上，这不是你可以合作的对象。过去的人比较伟大，所以他们会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很宏大的理想，我们今天不需要做到那样，但是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比较简单，让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校训里面说获得载物，自强不息，我们只要能够维持这个事情，我相信以大家在四年内自由的环境里面学到的事情，各位将来可能会比我要当这个优秀的校友更难，因为你们的同学的竞争更多。我是因为是第一届，所以这个取得这个身份比较容易，但是我期望各位能有，我看到各位的身上，看到台湾发展的未来，我相信发大财这个事情别人说是口号，但在各位身上一定可以执行。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请清单毕业生到后台准备。接着颁发匪桃匪荣誉会员，匪桃匪学会以选拔贤能，奖励学术研究，崇德敬业，共襄盛免，有助于社会之进步为宗旨。每年只有少数的毕业生可以获得这项殊荣。今年度获奖的同学有经济系李嘉荣，恭喜庄院长为我们颁奖。校长对教育之贡献，设立此奖项给本校大学部应届毕业生成绩优秀、表现杰出并对本校有具体贡献之同学，为本校大学毕业生之最高荣耀。今年全校共计十位同学获奖，本院共有一位同学获奖，非常难能可贵，特此表扬。恭喜吴冠珍同学，吴冠珍同学因目前于国外攻读双联学位，请他的母亲黄柳梅女士代表上台领奖，恭请庄院长为我们颁奖。接受毕业生献花致意，邀请科管院庄慧玲院长、吴世英教授、齐玉兰教授、李林凡教授接受毕业生代表献花致意。
请毕业生先将帽穗拨到右边，请经济系青班毕业生上台，华班的毕业生请准备。恭请齐玉来教授、李林凡教授为毕业生拨穗。Thank you.
留念。那边可以靠过来一点点，谢谢。谢谢。三、二、一。毕业生，请回座。
好，来看这样，三二一，三二一。请毕业生向前一步，与波穗市长合影留念。三二一，毕业生请回座，谢谢齐玉兰教授、李林凡教授，请回座。接着是经济系华班毕业生的拨穗仪式，请毕业生先将帽穗拨到右边，请经济系华班毕业生上台。恭请庄慧玲院长、吴诗英教授为毕业生拨穗。陈艺如、许玉启，
李云慈、邱玉婷，请毕业生向前一步，与国粹师长合影留念。那边的好苦，谢谢。三、二、一，毕业生请回座。太高了，好，三、二、
业生向前一步，与波穗师长合影留念。好，超过了一点点，谢谢。好，三，那个，谢谢。毕业生，请回座。张平、吴家田，